技能大比武，国赛百擂台，融入行业发展最新技术，通过五大模块考察选手工业机器人系统并为水平。并为保养、采集检测、故障处理等任务，保障工业机器人系统稳定运行。选手具备解决系统故障和优化系统性能的高水平技能，才能赢取冠军。工业机器人大比武，推动智能制造发展。